九个国家，共聚一堂，不同国家确实可以共同在一个地方，共同一个志愿，共同一份的心，要做同样的事。这不是因缘，而用什么方法来解说呢？不可思议呀！所要说的真的是大因缘呐！啊，但是要知道，我们有这样的空间，大空间呐，一尘不染。弟子对的菩萨，他们尽心力，要让人人呐，回来完成了这一份的菩萨共精进的道场，要共同一种法，共同了解到，亲自听到了，不断哪一个国家哪一位菩萨来分享，这都是见证他的人生翻转，曾经有过各种的家庭，各种的家庭，各种的生态心态都不一样。那经过了瓷器呢，翻转过来，全家一念心，也看到了八十多岁也要做慈善，也要做环保。阿妈今年已经是82岁了，她还在新华乡很精进。我去年有来三人四合一，听到回家就新华乡，新华乡到一年了，我学到三本了。现在我练习到很，好像读幼稚园这样，真的是很高兴在学习。弟子陈阔水，今年32岁。在新华乡一年左右，咱人有着感恩、包容、爱。因为呢，师父说50年记载受量宝藏，记得他就说我这32岁年啦。是啊，有一位是80几岁啦，总是呢80与30差不多啦。因为慧命呢是永恒的，我一进来就看到了一位这么小伯谦，他跟大家的心都一样，四大志愿他也可以朗朗上口，花心立愿。非洲灾难他很投入，一场再一场去说话，而且呢去募爱心。这5、6岁孩子，他的智慧跟我们大家现在要发挥的启动的智慧是一样。我们台北人医会里有一位今年呢已经103岁，这还当在当医师，这都是爱心啊，不分年龄，没有年龄的限制，不管什么样的年龄，我们要及时把握，全家都可以呢。同时我们呢走入社区，期待社区呢人人共，人人呢共一个方向，这个社区会更祥和。今年呢师父不是给了大家一对联吗？你们知道吗？
是感恩尊重生命爱，见人见到人感恩哦，感恩听得呢很熟悉，说尊重嘛，这尊重比感恩哦又难一点，常常都会听到听到主持人欢喜啦，我满抱的希望投入瓷器会很清安自在啊，不过呢一投入了哇困难重重，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 国度里，你们也会做到有瓶颈的，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这群人一定要更了解我们在做些什么，那么回去我们才会更加努力在做，这样大家都彼此了解为什么走进瓷器。所以瓷器人啊好人啊都是菩萨，只要你能做到了瓷器，很用心投入了，在这样的大家共同分享啦，啊，有阿弥，啊，我嘛做到阿弥，所以呢，共同这一条路铺得平啊，人人呢都一起上这一条路，人间小路啦，走到了菩萨大道，这铺路开道。这也是最近师父常常要跟大家说，还要说的呢更明白，《法华经》是53年前呢、啊、就已经呢把它铺在地上，经者道也，道者路也，就开始呢把经呢、啊、铺在路上，让当初呢几个妇女未来要皈依，我提出了一个条件，你要皈依话，你一定呢要做我要做的代志。三个，他说只要师父你提出，我拢做一个。啊，要安怎呢？要怎么做呢？你们一天欠五工，就这样的竹筒岁月开始了。这一路走过来，53年过去了，这种5毛钱，把这样的精神一直一直传出去，这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船不是师父一个人哦，是一层一层的倍数倍数了一滴气，无形中呢现在在世界国际间里的这么多来自不同的弟子都有共同这样的心念，这就是刚刚师父说的，就是缘呐、啊，造福缘，耕福田，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要相信，我们人间呐、啊，生命呢是时间来累积，假如没有分分秒秒，我们呢无法这么扎实的。连在一起。几天前我也跟大家说，我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一年一直到现在，没有一秒钟断过那一年，没有这样的生命啊，总是呢不断不断的这一年年年年年这样扑过来。这都是时间累积成就，我也要跟大家各位既是师父弟子，同样呢要做慈济事，
要成菩萨道，唯有你能把握时间，时间不会留给我们秒钟，大家要花心立愿，树是要倍数的不断的增加，这一定要相信，跟着有其田，一定呢自己的心田不断的布下福的种子，你来生呢一定会有福缘跟着你，会广度众生。